哎，同学，这是什么乐器啊？唢呐，唢呐，这不是村里吹丧事用的吗？妈呀，这么土的东西他也拿过来参加艺考？对啊，这东西能好吗？我的天哪，你给我看一下呗。他敢还给我，你别坏了！哎，来下一个方群。对呀，好像很多地方好像也会啊，再去拉吧，来不及了。 那怎么办？知道，这样我需要。啊啊！这位同学，别紧张，好好听，咱们再来一遍。 喂。 方学，考得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你没事吧？现在在哪儿呢？我没事，我待会儿就回宾馆了。 喜欢不喜欢？你怎么来了？爸爸之前还特意嘱咐我说，别把爷爷唢呐弄坏了，所以我还是这样。没事儿，我这个比他那个还贵呢，他们不会生气的。我没心情开玩笑，现在。哦，我在旁边开了一个房间。 陪你走完最后一程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回去高考，我不适合艺考，我不是块料。方雪，就剩最后一天了，你已经努力那么久了，能不能再坚持一下？先不要放弃。 那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小时候跳的那个韵律操了。嗯，电话里说的那个。嗯。要看吗？现在。嗯。你确定？ 我就是跟你一个人看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嗯。抠牙齿数没背完回家，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。今天这样，明天一样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，把确定达到，不怕跌倒。 信心最重要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。稍息力挣扎后，噼里啪啦，呼噜啪啦，坚定找不到，平平衡衡的坚强，长得壮。
有好点吗？